的时候，我有请那个因为当兵的朋友，他们是算是同胞的东西，那他们请他们过来做的时候，他们第一次让我先拆除，可是拆除的时候那是就有一个不太好的经验啦，就是我们已经付了费用了，可是他的东西没有拆完，那个拆除不是全部要见底吗？可他并没有，可能我一直问他问他，他可能觉得很烦还是怎样之类的，那我问他说、欸、为什么这些是这样，那他又 回答不出一个所以然，就有点避重就轻的不想跟我面对面。我老婆的朋友刚好他们一样是找幸福基金装修完，那他们就介绍我说幸福基金这个制度，又想到说因为这个装修又不是我的专长，虽然说我提到说我去买书来看东西，可是这种东西我毕竟我不太现场不能监工，那可是我还是要透过第三方的公证单位来保证说我们屋主和设计师的权益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才会找幸福经纪人来做这次的对第三方公证这样子。老屋装修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基础工程嘛，基础工程其实大家都说这是看不见的地方，那其实我也看不见，所以这部分面是只能跟设计师去讨论去了解说哪边需要装修。那在装修过程中，厕所那边其实我们在刚刚说也有漏水，其实也有漏水，那边搞了其实搞了三个礼拜左右，我们后面是后巷，那后巷如果下大雨的时候，就像下大雨的时候会往里面喷，那如果后巷的那个防水做得不够好的话，是不是会渗透到内部里面来，会造成壁癌什么之类的，那变成是我很 care 的东西。第一次听到说免费，其实也会是觉得，哎、欸，为什么是免费？其实我自己会蛮担心说我不会装修这一块，那其实请第三方来确认。那我们聊完之后就觉得，哎、欸，还蛮 OK 的。那刚好这个又是算帮忙我们的义务，算也不是说，哎、欸，因为有提到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对的方式。那我们也相信说，哎、欸，其实幸福空间也不会打坏自己的名誉和品牌，所以我们就相信幸福空间这个第三方的制度来去帮我们把这个家完成这样子。只要在每次验收或在每次完成某项工程款之后，他都看得还蛮仔细的，就是帮我逐一去检视说哪个项目有没有做，哪有没有做，有没有做到，或是在东西要发包或是什么要做的时候，他会 LINE 和邮件都会提醒，我觉得这很贴心，就是至少让我提醒说什么时候要汇款或是什么时候要交东西，让我讲让我知道，对，这是很我觉得是蛮细心的地方。比如说现场的那个老师看到说，哎、欸，怎么多的东西在清单里面没有的，那当然设计师就说，哎、欸，这是送给我们的，所以。我也发现说嘞，老师其实观察很细，就是知道哪些是有的，哪些是没有的。其实我每次去汇款的时候，然后那个临柜的柜员就说：“哎呦，很聪明哦，会用信托的专户来理财，用这东西的，对他们算是蛮称赞的，所以觉得你们也蛮聪明，很厉害，是用信托的方式去。那其实信托也还不错，因为不会说我们把钱直接给设计师，设计师拿到钱就落跑了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幸福经纪人像朋友一样陪我完成心中梦想的家。